以极致缤纷璀璨一下全新打造的2024夏恋娇西，娇心一下国际艺术盛会诚挚邀请全国民众来到这片美丽的温泉圣地。娇西晚会将在明天7月6号晚间6点在娇西国小缤纷登场。2024夏恋娇西，娇心一下首先由无人机光雕秀率先登场。在夜幕低垂时，宽阔的娇西国小华丽变身为璀璨光雕景致，接续将由两位全国火舞比赛冠军舞者郭彦甫与俘获法国达人秀总决赛亚军蔡弘毅所共同创立台湾最强的火舞团队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和感官享受。以台湾传统的民俗技术文化为根，融合现代西方剧场舞蹈的东方艺术团也再度应邀，以其富有实验性的演绎方式重新诠释舞蹈艺术，呈现了一场充满创新和台湾舞蹈艺术的视觉盛宴。紧接着2024夏恋娇西，娇心一下的壮观大戏将特别邀请曾在2012年英国伦敦奥运开幕团队之一及曾在世界各大国际艺术节博览会等重大开闭幕式演出的比利时托尔剧院绚丽登场。他们将以独特的魅力和震撼力引爆高空震撼浪漫秀，引人入胜的戏剧化演出。汽车可停放娇西国小地下停车场活动期间7月6日星期六下午5点至晚上11点为免费停车。机车可停放娇西国小机车停放区，欢迎全国乡亲莅临参加盛宴。